由唱将家族公益推广协会所举办的歌唱大赛，今年已经迈入了第七届。会员们原本以歌会友成立社团推广歌唱这项休闲活动，接着慢慢扩大的范围到全国性，并且将公益融入其中。唱好歌，结好缘，种福田，到大家来做一些善事。那原则上呢，我们的唱将家族呢，在公益的这个区块，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。今年的竞赛同时进行募捐，来帮助漳河国中的清寒学子。新北市议员邱丰尧也共襄盛举。透过这样的机会，他们每个人都乐捐，让这个活动办得更好，然后又能够讲述这些清寒的小朋友。那邱丰尧邱议员也全力情感相挺。歌唱竞赛虽然参赛者都是业余的选手，但是都具有专业的水准。然而爱心不落人后，活动中进行募捐帮助清寒学子，寒冬送暖增添了温馨，更具有意义。中嘉新闻综合采报道。